So, what is this called? 这是甜水面，是我们成都很有。How does thick noodle represent China? 因为它是手工做的，这是地道的川菜，名小吃。成都是个几千年的，文明这个城大城市，它是就是，比如说宴会上，它可以上这个甜水面，然后早餐、午餐、晚餐。就随时都是因为名小吃。What does it mean to represent Chinese food here in Atlanta? 我觉得作为一种奉献来说，是很高兴的事。因为亚特兰大的气候跟成都差不多，我待了很多年了，我觉得我很喜欢亚特兰大。